小年了，得给大家露一手，一定要教会大家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擦一擦。哎，你这人拿着笔瞎画啥呢？啊，那个我会画。哦，你就是那个给人家弄脏了然后画画是吧？对对对对。那我说个人物，你要是能画出来，这事就算了。好，你说你说。画吧。啊，你到底说画谁呀？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明显吗？怎么你画不出来了？你这不是为难我？哎，等等，他刚才手里一堆牌，但唯独只拿了个6放在杯子里。哦，真是小儿科。我知道了，等我一下。我去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把6放在杯子里，又让我画个人物，不是他又是谁？